哦，好年轻啊，好可爱。哦，这个是我没看过动画，还是我看过？哦，这我没看过。哦，这个。先去找其余吧。不是在这里吗？啊，找到其余了。OK，这边一只。
什么？居然还有尾鱼？你有点懒得抓尾鱼，毕竟就是要找鲫鱼。居然只有尾鱼吗？神奇！没中，你们别中我啊！只想要看这个小只的，我抓过没而已。
只有抓到一只鲫鱼而已。太差，炮枪两发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怎么偷偷在数？因为刚好切回来看到，为什么就会刚好看到这种？而且还是对小鱼炮枪，那个很难，他们跑游得特别快。为什么有个按键啊？这边是什么研究密室？照理讲，这里就要有其余了。这边没有的话，就要去右边看看。哦哟，哦，换错鱼了，换错枪了。我有奇迹飞镖是弄来弄的。
哎呦，不要撞我啦！我找鱼，不知道怎么找不到。把他敲到晕了，笑死！哇，三颗星的又把他敲晕了。那你想不想被敲晕啊？哇，三星！哎，我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我的 W 键卡住了，等。打不就键卡住，吓死我！我把杀人敲晕了，好爽啊！啊！不胡闹，不胡闹，再把他，再试着把他敲晕，我就要。敲不死，怎么敲不晕啊？河豚不晕的，是不是？我没动、啊。好，你不晕是不是？
干是 bug 是不是？我怎么打不到他？啊，晕了吧？投射板，投射物保护加反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看那个，从来没遇过这么难打的。晚安，晚安，月月。总不能切他、啊。要把它用到死我才能切。我原本想要肉品质更好的。嗨，小亮。哦，好大只哦！
算了，我只要有海天鼠的抓好了，其他都拿够多了。最近还好，一直有在往好的路途上前进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的。很烦欸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余就找只有找到一个，还是一个就够多了。就好，反正毕竟触底也反弹，确实啊，就是人就是在极端走来回嘛。我是我有在变好啦，虽然状况不太稳定，但是我有在变好，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这边好漂亮啊！哦，不是能抓来的，但是疑似水母群，很漂亮。
大丈夫大丈夫。哦，不能跑到深海是吧？对哦，这昨天好像就发现过了。啊，差不多了。嗨，龙神，你这局戴夫来聊，可以游的比鱼还快。戴夫可是专业潜水员啊。但是我抓到新的哦，因为有不同等级的吧。每天只是想吃寿司来的。
每天想吃，想看着游戏想吃寿司，但是真的有吃到吗？各位，真的有吃到吗？但是找他来陪我想要顺便想下山顺便下水，不是吧？可怜的大夫。这好像，这好像我们都看过了，再看一次好了。捕捞食材，哎，大夫到底有没有赚到钱，真是让人感到担心。自动供应。为他上这道菜吧。哦哦，好年轻啊，好可爱。栋建筑后面的空地，他要给我什么？
哇，好浪费，好吃东西没买到。